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陈柏伟，带来关心新北市淡水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淡水河北侧平面道路不盖了，这是最近许多淡水人热烈讨论的议题。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撤销淡北道的环评定业，这也让许多民众期待的重大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对此，新北市打算要让这个案子进入二阶环评，对为此几位议员也提出了建言。淡水河北侧平面道路一路走来，争议风波不断。而日前最高行政法院也判决撤销淡北道的环评定业，新北市不得再上诉。而对此，新北市也明确回应表示，要让此案进入更为严格的二阶环评。而对此，议员蔡景贤也表示，如果真的要进入二阶环评，新北市一定要做好准备。因为关键，咱这个北侧道路哈，啊，咱即摆这个发预防踩点讲啊，咱即摆要暂时停起来。那么咱即摆我有找这个行政院秘书长啊，请个咱的副市长，那么去加这个。做沟通，这个因为啊，咱去补资料，那么新北市政府啊，公务局啊，即摆咧赶补资料，因为讲，法院讲叫咱做二阶吼，二阶咱即摆补资料去，二阶来通过，就好，就使阁继续施工安尼。而另一位议员郑源则是表示，一切应该要尊重环评法规，如果能够补建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要进行后续的环评的话，或许等到淡江大桥通车之后，计算交通流量再来进行淡北道的评估，或许也是另一条可行的办法。我想行政程序上面如果说可以补建的话，我们就是依补建的程序来办，那没有办法补建的话，我想就是重新评估哦，就是做一些合乎行政法的一些环评，就是符合环评法的环保评估，这样子，我想整个程序会比较完整。我想淡江大桥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嘛，那这个先做完评估之后，看交流量到底舒缓了多少，然后淡北才再来评估淡北吧。淡水的连外交通问题，许多居民都相当关心。而按照目前国内的案例，此案一旦进入二阶环评的实质审查，除了旷日费时之外，要顺利通过几率恐怕不高。而后续交通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恐怕新北市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思考。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竹围地区人口密集，但是道路却相对狭窄，尤其是民族路29巷，长期被摊贩占用，造成车辆无法通行。这个问题一直是当地消防安全与环境卫生的隐忧。而为此，在以前议员服务处也邀请所有的摊商及周边社区来开会协调。透过新闻带你来一起了解。来到淡水民族路29巷，可以看见这里是竹围地区传统市场的所在地。长期来，道路被摊贩占用的状况相当严重，造成通行困难。但今天下午情况似乎有了改善，因为所有的摊商都来到隔壁社区的会议室里面开协调会议。哎呦，咱这29巷哦，这个拢一块拖环，所以啊，今日这拖环因为迄条路啊，基本上拢坚固，所以坚固吼，伊讲消防的问题吼，伊这个有时啊，甲这个路拢未畅通。啊，今日这拖环拢占掉，今日叫伊来协调。那么，甲咱这个社区啊，关内居民社区啊，叫伊退在后壁，伊从甚至一条推出来，后只团饭吼，去摆摊位啊，甲路甲跑好畅通。观海极品社区表示，这些摊贩长期来占用道路摆摊，甚至社区的公共空间来堆货，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以及环境问题。不但居民的消防通道受阻，造成的脏乱更是社区来出钱处理。以往因为摊贩都是个体户，没有组织，难以沟通，只能够每天请派出所来开单。而在议员协调之下，今天摊商也推派出了代表，希望后续能跟社区好好沟通。机人啊啦，甚至欧多拜控家拢更离分的瓷砖地嘛，啊怎么办？啊大少跟少啊，只因谈没有道理啊。所以即嘛，所以阮的组合都安尼啦，干脆吼，咱迄个四处三里迄条吼，为临时性用吼，袂使用完用，迄嘛无可能用完用，啊嘛袂使做固定的建筑啦。啊，就你当下暂时好啊，互你用吼，啊迄地安尼用。但是你要付清洁费，阮社区啊，阮社区一个月清洁费嘛请足侪钱啦。阮干呐请只清洁公司一个月请足侪钱，来你扫遮个啦。啊，所以对阮社区嘛才算是公平啦。啊，多多少少给我们一点，哦，我们也没说要求多少嘛，对不对？大家摊食人，我嘛知影。啊，能收一点，对社区也少有帮忙啦，大概是合理是这样子啦。今天跟他们讨论的结果，好像也是哦，这方面在规划嘛。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目前来讲确实是不合法啊，但是我们也尽量能够维持，让这边的社区方便啊，并且带来这个社区的繁荣啊。那今天我们摊商开了这个会，那选出了代表啊，那希望我们能够有个自治会的成立啊，那也希望。我们大家将来能为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啊，不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麻烦啊，这谢谢大家。而在协调会中也做出了初步决议，
将来摊贩将退缩摊位到道路的白线以内，并且组成自治会，按月向社区缴纳清洁费，让社区能够做维护清洁。而社区也希望往后摊商能够落实自治，确保消防通道的畅通，同时也能够做好环境的维护。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三芝区公所举办今年度第一次的里长里干事联席汇报，有部分里长表示，以往区公所在进行工程的时候都没有事先知会当地里长，让里长不知道如何跟里民交代。而对此，公所也表示将来会改进。今天上午在三芝区公所举办今年度第一次的里长里干事联席汇报，在这场会议当中，除了许多里长提出意见交流之外，有部分里长表示，以往区公所在进行工程的时候都没有告知当地里长所进行的工程内容，而这也让他们不知道在里长的辖区内在进行什么工程，希望公所能够改善。我是觉得哈，如果公所的工程要进行的话哈，一开工必须要给一份那个设计图给里长，因为常常有里面在问，哎，这个里面是怎么设计的？因为我们一问三不知啊。对。如果至少他还给我们一份那个设计图给我们，我们了解说，哎，里面是怎么设计的，因为不会造成说，人来你问的时候，哦，拢了爱个高手来回接。阮里长就有法度直接甲答报讲，哎，哎，这内底设计是啥物？内底是安怎办？吼，还是讲伊内底设计是什么状况？虽然在公部门的机关当中所进行的工程，依照规定都必须在现场标示公告内容，不过对于许多老人家来说，根本看不懂，时常就会跑去问里长，而里长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之下，也就一头雾水。那所以在一些的验收上来讲话，我们希望都能够配合，能够跟里长能够联系。那我除了说里长如果没办法配合的话，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会后，我们当我们的任何的行程，还有任何的做法，还有结果，我们都能够一一的跟里长做一个报告，来跟里长来一个沟通协调，也让里长能够知道我们在他的辖区内到底做了哪一些东西，然后他完成多少或者困难度到哪里。区公所表示，在里长提出建议之后，未来将会在工程进行前通知在地里长，并且进行简单的报告，让各里长能够清楚进行的工作，以避免再有里长摸不着头绪的情形发生。记者许端义三芝采访报道。台湾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随时随地给你看得到的安心。完美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全。轻松方便，就能拥有看得到的守护。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只要125起，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世界那么快，世界越快，上网速度更不能慢。台湾大宽频200枚光纤上网，只要999，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石门区的富贵角步道已经使用了8年之久，因此有部分的设施和道路都已经严重损坏。而北关处表示，为了因应今年的灯塔开放，将整个富贵角园区做一个整体的整修。这条通往富贵角灯塔唯一的步道已经使用了多年，目前已经派人正在进行整修的工程。走在步道上面，一望无际的海景，还可以看到绿石槽。不过仔细一看，步道旁边怎么都呈现碎裂的情况，甚至在步道旁提供游客休息的座椅都已经破损坏掉。这样的设备让人走在这里显得有些不安全。在石门区的富贵角步道，北关处表示，这里的设备已经使用了8年之久，目前还在整修当中。之前因为在应该已经是做了差不多6-7年了，那目前有部分的损害。那后来因为我们最近会今年9月要配合航港局的富贵角灯塔的一个启用，所以我们就这个步道已经破损的部分，按照原来的设计的语汇，
那重新去整修。北关处表示，除了要因应今年的灯塔开放，将整个富贵角园区做一个整体的整修，这一条通往富贵角灯塔的唯一步道也已经使用多年，因此目前也已经派人在进行整修工程。是因为目前我们都是局部整修了，那未来外面有一些那个保安岭的一个树篱，我们都会做一些的一个修饰，让整个步道比较一些安全和通透性。那目前是有部分的整修，我们会做一个局部的一个施工的部位封锁。那如果目前有去的游客，也请注意一下安全。怪手机具停在步道旁边，在入口处还贴上了整修中的字样。虽然损坏的区域不是很大，不过北关处表示，目前没有封闭整个步道，只有在部分正在施工的地方会暂时封闭，也请游客到富贵角步道的时候要注意标示。记者许端义石门采访报道。在北海岸可以看见许多种地瓜的农友，大多都是年长的老人。不过在石门，有一位只有36岁的徐简胜，放弃所有造船厂到中国设厂的工作，毅然回到家乡石门富基，与父亲一起种地瓜。除了将日本种的栗子地瓜成功繁殖量产，更研发在地地瓜加工产品，希望打造所谓一条龙的生产线，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品尝到在地种出的好味道。在现代人越来越重视饮食养生的环境之下，许多以往不起眼的食物都被拿来当作养生圣品，地瓜也不例外。在石门区的富基鱼市里头，就有一摊卖烤地瓜的摊位，虽然不怎么起眼，不过里头卖的可是从日本引进的栗子地瓜，与金山万里三支所种植的66号与57号甘薯大有不同。而农友徐简胜看起来外表相当年轻，他可是只有36岁。这个务农是因为退伍之后在游艇公司上班，然后做了一年多，大概那个游艇公司要去大陆设厂，然后所以也刚那时候也刚结婚不久，所以就决定不跟着过去，然后就跟着爸爸种地瓜，然后开始务农的路程这样。农友徐简胜原本的职业是在造船厂工作，而在多年前因为公司要到中国设厂，徐简胜不愿意漂洋过海放弃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石门继承父亲的衣钵，开始务农，种起了地瓜。而在5年前发现源自日本的栗子地瓜之后，索性就买回石门家中的田地进行育苗。在经过2年之后，终于让地瓜苗适应了海边的气候。看到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特产吗？那都是来这边都是问金山的红心地瓜嘛，然后就是讲阿妈都要去百货公司看到这种栗子地瓜卖得很贵啊，然后我想说就来这边自己试种看看啊，把比较能适应这边的气候跟土壤水质的地瓜留下来之后，然后开始种，然后就价格就比市价的便宜很多。徐简胜从自己生产地瓜到挑战种植特有的栗子地瓜，现在更将农产升级，自己买设备来加工，做成地瓜脆片，全部都是自产自销，打造所谓的一条龙产线。他说一开始还在发展使用机器工具种植的时候，还与父亲大吵一架，差一点闹家庭革命。哦哟，其中的是因为就是他的观念就是说，因为种地瓜他的收入很少，然后不应该这样子花设备，然后农机，然后对下去投资这方面这样子，所以常常起冲突，然后慢慢的，经过多次的协调之后，爸爸还开始能认同说，也接受，对，然后能也做给他看，慢慢的买一样，然后做一样给他看，他也慢慢的接受说，是可以用农机下去。机器下去种植这样。除了种植栗子地瓜，让徐简胜闯出名号，现在更将产品延伸到加工食品。不过他强调，这一包一包的加工地瓜脆片，赏味期只有15天，因为全天然，没有防腐剂，就是要吃的健康。他说，现在很少有青年务农，虽然现在人工不足，都要依靠机器。不过当初的坚持，现在有了成果，当然会非常开心。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在地种出的好味道。记者许端义，石门采访报道。活到老学到老，在繁忙的工作之中，很多人会选择到社区大学来进行终身学习，培养自己的第二专长或者学习自己的兴趣。而最近淡水社大最近也在进行静态成果展，把素人变成了达人，学员的作品相当精彩。透过镜头带你来看看这学生丰硕的成果。来到淡水社大的阶梯大教室，各种书法作品一字排开，
篆隶楷行草各种字形，每一幅作品都有大匠之风。这些全部都是淡水社大书法班成员的作品，而社大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静态成果展，有将近百件的展品，内容相当精彩。在社大是等于说我也找到自己的舞台了，那我可以有一点等于说有点发挥的空间这样子，那我自己也算是有点运气不错，那也是刚好大家互相提携，都遇到一些贵人来帮助这样子，对对对。书法老师许建中在12年前工作之余，因为兴趣加入了社大书法班，但没想到意外开启人生另一扇大门，现在变成了专职的书法老师。而社大除了书法之外，特有的寺庙彩绘课程，更有人一学就是12年。方面是这个课程很有意思，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学不完的，学到现在12年了，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一直在学习当中，而且老师本身。他的教学方式啊都很吸引人、哦、而且本身的像这些彩绘的东西、哦、算是 很有兴趣啊，所以就是永远也学不厌。无论是水彩、速写、水墨画、丰富的生态摄影，想要学什么社区大学通通都有。在繁忙的生活之中，或者退休之后想要帮自己安排一堂有兴趣的课程，学习第二专长，也不妨来参考看看这些学员们精彩的成果。记者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新的一年开始，新北市立图书馆完成了去年图书馆使用统计。在去年，新北市一共借出了877万册的书籍，相较前年，总共增加63万册。以文学手作烹饪童书最受欢迎，而市图也表示希望民众踊跃来借书。新的一年开始，新北市立图书馆完成去年图书馆使用统计。2013年，全市一共借出了877万余册的书籍。总借阅人数有324万6052人，较2012年成长约27.32%。在新北市，其实在不管是在借阅册数或是借阅人数上面，其实都有蛮显著的成长。那其实我们在103年度也推了非常多的一个阅读力提升的计划，包含说像巡回办证啊，或者说行动图书车的服务啊，那甚至我们也到各校去推广像书香的部分或者是一卡通借的部分，那其实都得到很好的成效。所以其实在今年度，其实普遍在各区借阅力的部分都是有相当的提升。市立图书馆表示，板桥区的民众最爱阅读，借阅册数与人数居全市之冠，其次为三重区以及新庄区，而平溪分馆借阅率也成长得惊人。其实只要持有我们新北市立图书馆的借阅证，那都可以很方便到各分馆或阅览室去借书。那其实行动书车也巡回到很多的偏乡，所以其实在新北市借书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甚至会有我们的板桥的车站的一个智慧图书馆，那其实在今年也会将会有一个头前智慧图书馆会在新庄复读新在头前国中这边落成，那以后其实借书会是相当的方便。图书馆表示，在一化的时代，有近130万人使用线上借书，年借阅率册突破了200万册。图书馆便利的通借通还服务，人气超高。市立图书馆也欢迎民众到市区各地的分馆来借书。谢凤祥市府长报道。每年的流感高峰期都在过年前夕，市府卫生局表示，目前流感疫苗还有20000剂，呼吁符合公费施打的对象尽快前往施打。而另外，流感衍生的并发症相当严重，因此民众平日也要做好个人卫生的防范。下个月就要过年了，市府卫生局表示，每年过年前夕都是流感的高峰期，而流感之所以厉害，就是在于除了高传染以外，就是并发症也有很高的致死率，民众千万不可以忽视。每年的冬天都是流感的流行季节，那流感的跟一般感冒比较不同的是，它症状比较明显，那发烧天数也可能比较多。那另外应该需要更要提醒的就是流感病毒它可能会造成严重并发症的比例是比一般的感冒多很多的，尤其是长辈的部分，那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因为抵抗力相对比较弱，那往年的话并发症最多的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那并发症最常见的就是引发肺炎，那可能或是因为病毒的感染造成次发性的细菌性的一些肺炎感染，甚至脑膜炎或是全身性的一些败血症的症状。疾管科表示，目前流感疫苗还有20000剂，呼吁符合公费施打的对象尽快前往施打。新北市共有500多个施打点，民众可以自行前往。
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朋友，目前新北市还有约20000剂的公费流感疫苗，符合公费对象尤其是长者跟小朋友，如果还没接种能赶快去接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力。那另外也呼吁就是要做一些呼吸道的一些卫生好习惯，譬如说要勤洗手啊，然后如果有类流感症状或咳嗽症状的话，一定要戴上口罩赶快就医。卫生局呼吁民众一般也应该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勤洗手以及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等等，都可以有效的预防流感的感染率。谢焕翔市府上报道。台湾大宽频让你 HD 频道99元就包台，有 Discovery、Fox 等超多 HD 频道，最受欢迎的 HBO HD 频道组，还有超赞好礼二选一，20多个 HD 频道及超值好礼，只要99，快播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世界那么快，世界越快，上网速度更不能慢。台湾大宽频200枚光纤上网，只要999，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哈哈，大家好，我是新北电视宝宝，让我来带你好好认识我。新北市共有11家有线业者，24小时提供高画质的节目。除了带给大家休闲娱乐，新北有线业者也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各项公益活动哦。无论是关怀长者、环境保护、亲子互动、弱势照护，各家业者都热情的规划与参与，让我们一同创造美丽新世界。新北市数位有线电视 4HD 讯号的高清画质，5花8门分类清楚的各种频道，互动式界面，随选随看的强档影片，生活须知 1.0， 掌握交通、气候、零时差，强大加值服务，电视网络一直线，掌握急速资讯环境。新北市数位有线电视，分分秒秒刷新你的世界。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市气象，你好，我是传希。首先啊，几个重点提醒给大家，就是啊，青苔米克拉已经于昨天就是14号的这个下午形成了。不过呢，它对我们新北市地区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所以大家并不需要特别的去担心。另外啊，需要留意的就是东北风在未来几天呢还是持续影响，所以呢，在清晨跟夜晚的时候，这感觉起来温度是比较低一点的，尤其是在我们新北市这个空旷地区啊，要留意这个辐射冷却现象。清晨低温呢有可能低于大约是只有10度哦，所以大家清晨的时候如果要外出，建议您可以多带上一些保暖衣服再出门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在这个未来几天啊，这水汽都是偏少的，要一直到下周一呢才会有新的水汽进来，这时候啊才会有一些新的转变哦。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云图，在前几天呢也影响我们这封面已经渐渐东移离开了，在后头啊是属于比较干冷的一点这种空气哦，所以呢在未来几天就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天气，都没有太明显水汽会靠近，要一直到下周一呢这水汽进来才会慢慢变成多云的这种天气状况。降雨预测上面呢，来看一下，在周四的时候啊，主要降雨就是北侧、东侧有这个迎风面地区有一些比较零星的短暂降雨，其他地方啊天气状况还算是不错了。那么到周五呢，这降雨形态也是比较类似的，北侧、东侧还有南侧山区，就乌来地区啊，有一些零星性的短暂降雨。不过这降雨的量呢也不会很大，而且这个时间啊也不长哦。那么到周六，这水汽虽然是有在增加，不过、还是属于这种多云的天气状况，在平地地区呢降雨几率也是比较低一点的。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一周的预测，在周四的时候呢，高温大约18度，低温是14度。那在空旷地区啊，这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可能温度啊有可能低于14度哦。所以呢，在这个低温。在空旷地区活动的朋友们比较需要留意这个低温的部分可能低过14度，那么在未来几天呢这高低温的差别啊是不大的哦，高温大约是在18至20度这边徘徊哦，上下的，要一直到下周一开始这个降雨的情况才会有一些转变，到周一呢可能是多云的天气状况，到周二啊可能就开始下起雨来了。那么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景点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士林、万里以及内湖这三条产业道路交界点的这个风柜嘴哦，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形的关系形成一个风口，所以呢常常会有强大的风而闻名，这地方啊也是许多单车好手要来挑战的一条道路哦，大家有空呢不妨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咯。好的，以上是今天天气，谢谢您的收看。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陈博伟，祝您事事如意，红树林新闻明天再会。
数位 HBO 电影组为您呈现 HBO HD 高画质，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家中电影娱乐品质全面提升。数位 HBO 电影组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详情请洽补上有线电视业者。